120年前，我驾驶飞船来到地球，见证了这片土地的诸多变迁。飞船坏了，我不会修，于是接近人类，帮他们实现愿望，希望他们也能帮我回家。2020年，我遇见所有所谓主人里最傻的他。嗨，我叫芬小梅，芬是个罕见的姓，据说全国不足千人。梅花的梅又和倒霉的梅同音，听着不太吉利。而我又最喜欢粉红色，于是在这里，大家都叫我粉小妹。唐宋新进校草，中考状元，各科最高分种子选手。她是全体女生的心事，当然也包括我。可我这么衰，男神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我？表扬一下上次考试95分以上的同学。唐宋、林月熙、邹涵、张伟、陈菲菲，其他同学要继续努力。唐宋17票，林月熙6票，孙小梅5票。每次都只差一点点。恭喜唐宋、林月熙两位同学当选我们的正副班长。正是这一点点，就成了我迈不过去的坎。本月度被评为各项标兵的有以下同学，他们是唐宋、林月熙、张伟、郭菲菲、邹涵。大家努努力，向标兵同学看齐。这位是我们班的班主任。物理老师柠檬，大家私底下都叫他酸老师。上周末参加了个婚礼，看着都累。坊间传言酸老师母胎单身30年，哎，可怜。我再强调一遍，男生不留长发，女生不穿高跟鞋，不染头发，不做指甲。另外，不走特长的同学就不要分心了，毕竟勤工一分，干掉千人。其季月，不能食不，驽马食将，锲而舍之，朽木不折。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。受各科老师委托，表扬一下月考考得不错的同学。好像有点悬。数学125分以上的有唐宋150分满分，张伟149，王菲126，以及林月熙125分。又差一分。英语表扬120分以上的7位同学：唐宋、南宫俊、王红、张亮，以及正好120分的林月熙。又林月熙？男生开头，女生结尾，从头到尾都没有粉小妹。大家要认真学习。就这样，放学了。
我要婉玉。小妹啊，这年头你还玩多肉？是是是，就你抽盲盒最潮。你去啦？嗯，花童系列。那个系列只有一个雷。非洲血统满分，我这次摆了北斗七星，一定会大吉大利的。唉，没救了。我带份盖浇饭吧，你最好了，成就。才三天，花儿死了。鱼也死了，鲍叔和戴范看不出效果。同学，相中哪个了？老板，就剩这俩了。是啊，天然水晶助运挡煞，走货快得很。那700这条，能便宜点不？已经是特价了，专卖店少1000还不卖呢。我连吃一个月的酸辣粉，也只省下450。云云，你看这个。老板，麻烦把这条700的给我包起来。好。生日礼物。嗨，祝他好运的。其实他考哪我报哪不就得了。哎，还是学霸。同学，没得挑喽。老板，我钱不够。哎呦，我行行好，算你9折。谢谢老板。
别怕，我叫原子弹，不是人类。我想转运，却见了鬼。